7月8日，薛之谦宣布与前妻高磊鑫复合，当天胡彦斌也晒出一张同款照，由两人牵手变成三人，引发薛胡不合猜想。13日下午，胡彦斌喊话薛之谦：“你的事你自己处理好。”胡彦斌文中提到的没和他在跑车上招过手，源自一条爆料。爆料中提到薛之谦与胡彦斌曾因女友交恶，薛之谦当时很穷，胡彦斌曾开着跑车在和薛之谦招手。对此，胡彦斌发文予以否认，表示和薛之谦不熟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7月8日，薛之谦宣布与前妻高磊鑫复合，当天胡彦斌也晒出一张同款照，由两人牵手变成三人，引发薛胡不合猜想。13日下午，胡彦斌喊话薛之谦：“你的事你自己处理好。”胡彦斌文中提到的没和他在跑车上招过手，源自一条爆料。爆料中提到薛之谦与胡彦斌曾因女友交恶，薛之谦当时很穷，胡彦斌曾开着跑车在和薛之谦招手。对此，胡彦斌发文予以否认，表示和薛之谦不熟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